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31号，我们两个人也已经回家了。看看看，是不是我们的家已经好久没有出现在视频里了？因为这一段时间都是在外面的。来，让大家看看我们家饼干。上回有好多观众啊，就在那个我们那个私信里面就问，哎，饼干怎么好久没出镜了？你看我们家饼干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几个月了？六七个月了吧？七个月了。嗯，饼干。还是一副很傻的样子，来给大家看一看，咱们长得好看吗？跟我有点像，是不是？脸都比较圆。好了，去吧，皮卡丘。走了。哎，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，我觉得今年宁波一点都不冷。还好，真的，我只是穿了两条衣服，一条大衣服。对啊，一点都不冷。今天因为跨年嘛，然后路上车特别多，然后很多地方都被管制了。我们刚刚找一个停车位找了好久，现在去那个东银泰先吃饭吧，吃完饭要看要不要看电影。快先去，我估计人很多。对，要排队的今天。你中，你的实力仅限于此。你装死啊！高手，你发挥出来。这是怎么玩的？啊，这什么时候在这里多了这个东西？我们这里从来都没来过。来过啊。我们只是，我尿急了，尿都不要蹦出来。你赶紧上厕所去。哎，我们把场地还给小孩子，走了。在家的。我们找了几家都在排队，就是以往根本就没人去的那些店都满座了，从来没有这么多人。对，本身这个其实东银泰这个人气它不高的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没有一家店是我们能排得到的，就是楼下小吃哎，去楼下看一下吧。被逼无奈，被迫无奈，只能来吃铜鼓饭。这个确实很好吃。嗯，也挺便宜，这么一份才28元，是吧？挺便宜的，其实。现在呢，猪肉这么贵。刚刚排骨饭吃完，又买了一个锅盔，现在吃饱了没？没吃饱，你都吃了一大半。然后又注册了一个 APP 什么的，然后领了一杯免费咖啡，好像第一个人是免费的，好像。真的吗？啊，瑞幸，最近那个沸沸扬扬弄的上市啊，干嘛？这就是在商场楼下的无人售，就是没人卖的，只是自己拿了自己扫码付钱就行了，9.9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朵，10朵花，这个还没怎么开。大家好，现在已经到家了，把花随便插了一下，被我折断了一只。怎么会吃？哎，瞎插了一下。你这花瓶哪里来的？这我以前买的。哎，这么10朵花只要9块9，还是挺划算的。有。你把跨年晚会打开了，有点仪式感，好不好？别！饼干，饼干。李锦记好友始创于1888年。No, no, no, no.
跨年夜还是在家里看看电视，看看什么跨年演唱会之类的，舒服。今年应该是近几年吧，近几年我们第一次在国内过年了。我们去年是不是16年的时候是在泰国跨年的，17年是在越南跨年的，18年是在哪里啊？18年就是去那个，去马德里，西班牙。那个是19年的跨年吗？我忘记了。荷兰。18年那个跨年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车窗被敲了嘛，在荷兰，阿姆斯特丹。然后19年是在那个去西班牙的那个飞机上跨的年。即将到来的2020年是我们近几年第一次在家里过年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来，饼干。比个心，比心。比心。比心。好，看电视，看电视。拜拜。拜拜。